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爱人亲像家己，和睦相处，以德报怨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唔通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恁是为这蒙召的，好叫恁承受福气。两国甲楚国三处边，这两个国家拢出产布啊。两国真骨力的交管，因的布啊园，所以布啊生得骨大骨甜，而楚国的人十分贫淡，所以布啊生得骨无好看，也无好食。楚国的人妒忌两国的布啊生得真好，想在民时破坏两国的布啊园，造成了未少的损失。两国的人真正受气，去请教神官，因问因过去破坏对方的瓜园。神官讲，彼此结怨何得了呢？何必心相畏对到这种程度呢？伊反而命令人每一暝偷偷的去压肥楚国的瓜园。楚国的人十分惊吓，有人来压肥因的仓园，追查落去，甲知影是两国的人所做的。楚王知影以后，十分惭愧国人的作为，啊，真正欣赏两国人的做法。从此以后，两国结落了真好的邦交。弟兄姊妹，面对一挂无如意的代志，你会通用无相的方法去面对。最近是毋是遭遇到一挂无如快的代志呢？将心中的感觉甲主讲，求主帮助你有智慧去处理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比仁爱的天父上帝，虽然阮常常做错真侪代志，但只要阮认罪悔改，你拢赦免阮，完全无甲阮计较。你也要阮饶恕别人，亲像你饶恕阮一样。真侪时阵，阮确实拄到伫生活中、甲工作上，甲阮对抗，甚至陷害阮的人，求主帮助阮，以爱心甲智慧去应对，而毋是以恶报恶，反而尽力甲众人和睦，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有美好的见证，得望你的祝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